你来过点回忆往日的足迹。你来嘛，我要等待大头鸟搁再出现，搁要见面。什么啊？还要搁等哦？是咯，我想大头鸟一定是好事，所以来变化。伊若无想要见你，你当真等，伊嘛袂出来见你啊？不可能。这只大头鸟跟我有十几年的感情，我相信伊会等等来找我。一直叫袂停呢，你两公来，无在看麦啊，进来。免看，我来啊。徐管亮，罗金贵，我就会找到你咯。找我？你找我要创啥？是苏大元帅叫我请你回去。苏大元帅，是哦，专门招大师傅。哦，那呢？伊那才问家，伊找我是要创啥？你看到这个样子。你请有本事，为民受邀厉害，大公请元帅要带你去见皇上，不但有荣幸，而且要官威四方。真是的，二姐，你有听见无？不但要见皇上，无定还有官让我做啊！皇宫在天时，真是有高见啊！救命啊！受邀，咱来个人的资料，请皇上慢慢议啦。嗯，真好，真好。原来受邀的人正是你王兴祥的第三家婿。哈哈哈！千军万马不如这货，单手匹马却能并腰，真是不懂反将。王兴，现在。但除了中奖以外，应该奉予何等的官位，你都才妥当。啊，这启禀皇上，因为啊中间只有侯君伯父这个职务无人出任，请皇上裁断。嗯，皇兄，是的，宣召偏贵进京。遵旨，宣召两代召偏贵进京。宣召两代召偏贵。民招兵贵，叩见万岁，万万岁！好，有请亲下万岁。招兵贵，你既定做不几条呢？皇上无忌，初民不敢，定数你无罪，几条啦？下皇上。嗯，哈哈哈！太好了，招兵贵。你写作一表人才，连除了重修的黄金钱令以外，连红柳的孝君伯父，入去回乡，徛于这座公庙门楣，好气上人嘛。
有多平官。你红心什么？好戏还在后头呢。这边红枪，用我的级别，请红枪过目。枪枪。我这个言语是个幻觉，真是可恶，太可恶了！这情当兵，情真缘，今夜偷袭表门关，输兵离间，输果断，要不。开路先锋也不得麻烦，将兄，你认为武职当中，哪一位会当担此重任？客座皇上，赵平贵有本领受邀，已是最佳的人选。哦，圣旨请万言。客座皇上，两国交兵，一定会到底出现。无论是调兵遣将，或是指挥作战，应该以沙场老将接风鸣性命，何可以就兵分错误出事，不堪担此重任，请皇上三思啊！这皇兄，现在你的意下如何呢？启禀皇上，调定武将有九门推动。好建议，培养好位单雄，选战好位战良，拢是上等人选，且皇上定夺。嗯，好，那呢，根据以王庆你所推荐人选，在心中的选择，黑板准备。哇，这里真金木，那这是啥的呀？无多无多，多一千两呢呢。我是要问你，这黄金是啥的啦？我当然嘛是咱的，买咱的房间是咱何尝的？咱讲话，那是讲。是安尼啦，河波多之处遐官是我的好友，我有淡薄仔好处，然后我将皇上手术的先锋官的千两黄金，由我这个副元帅甲带领倒转来啊。原来是别人的哦，害我都加欢喜。嘿。我咪讲，你就是讲，伊去西京，伊敢有命好倒转来？啊，万一若是落出破绽，你敢唔惊有罪？嘿，就算讲伊有命好倒转来，那由我这个副元帅替伊保管，这是要算什么罪呢？这个代志，阿爹阿叔用，伊敢知影？因两个哦，即摆替平贵努力啊，我是偷偷啊算计。是的哦，相公啊，文川哦，总算无见着人啦。当然咯，对啊，河伯都基础遐个人哦，拢联络好。等我出征了后，平贵的娘娘拢由你来担任。我要给你宝贝啊，三门，娃娃五丝泡药来滴。你来，
这辈子来打保守哦。怎么整啊？所以哦，你后生贪无骗过，你现在才对付。你唔贪袂起，我是东东的副元帅，只不过是小小的先锋官。你的生死拢在我掌握之中，我爱赢就赢，变就变啊！你咪死啊！你今出一门，莫入房间，我来用针提来查。阿娘，阿娜，你又讲你无痛快啊？无啊，阿娘，你到底烧香啊？拄离半时，就是要陪恁去的啦。啊，不过我带心地的，实在是真无方便。唔免啦，厝内嘛袂了无人顾，要不你留喺顾厝啦。阿娘，咱来。阿娘，你又叫伊好呢？我们俩去烧香上。讲起烧香，也不是借口要看那宝贝查囝。啊，因为教会先方挂代志，阮阿娘甲大姐伊敢知影？伊也不知，这代志是早调才决定的。恁老爸都还无回来，伊哪会知呢？莫怪阿娘哦，笑眯眯要去报喜啦。我着要甲伊看，到时有人哦，会要哭无目屎。我要你，你还要来？哎、欸，我不是专工来看你的哦。我是去庙的下院，啊，顺路都对母家婆来。你看，人阮老拢无带物件。而且，爸你即摆是一个孝顺到久的夫人，也免烦恼食，啊，也免烦恼穿，更免落劳心啊，搁伫咧为你担心。你拢知影？气象明天下地，什么人不知道兄弟他是修妖的大英雄啊。阿姐你这样哦，事情对你实在是真辛苦，我是专工拿一些经过要来修饰手脚的出门啊。是阿娘，我不是跟你说的、人我是要送手脚的。有啦，小姐，人这是夫人要送我，你就收啦，收啦。阿娘，你有发现到今仔日甲以往拢无同款哦？倒位无同款啦。咱每一摆若是来武家坡看三妹，伊拢写得油头苦面，不过今仔日拢无同款安尼，伊安尼满面春风。大姐，莫讲笑啦。对啦，阿娘，礼拜日面坐，咱来开讲。真了厉害呢！听我讲，听我讲，要来手脚，咱三个人来清官吼，一定叫缘投的，你讲对不对？什么叫缘投呢？好像是变另外一个人，有啥是有大将之风的？那个有哦，一日讲寒窑哦，出热烈烈啦，一块地方的百姓甲官太爷，拢来讲拜访啊，佮送出几多济礼物咯。唔讲吼，阮个姑爷有够奇怪啦，把遐礼物拢人拒绝啦。真是啊！阿娘，大姐，请用茶。是啦，不穿。阿娘今仔日来的目的有两件代志。第一，是要来看这个杜甫夫人的笑容。第二嘛，是要来问你还袂出嫁以前，是毋是甲你阿爹？暗中讨也好，你是安怎那无甲阿娘讲？是阿爹唔听我讲的。你敢知影？为了这件代志，阿娘照生气的，还不甲阿爹问啦？哎呦，好啊啦，卖阁讲啊！是啦，不穿。你这个豆腐芽哪还袂建设好，是不是用搬回来咱相府住？已经老过，阿娘还佫甲你老掉。阿娘，我想这件代志，我甲平贵佫参详一下好吗？什么？都佫参详哦？是啊，阿来规半工啊，
我拢无看到平贵咧。甲恁要来的亲情，交警有代志，派人请伊去。什么？交警有代志？啊，那呢？甲伊有军刀好的职位，佮有甚物变卦？我是跋倒，我是烦恼哈。爱讲这句话，唔得搞糟蹋呢。好啊好啊，那我骑车来，行啦行啦。为恁的行善奉献，来，大家坐，大家坐。你怎么看你阿娘？阿娘都来啊。有人啊，彩虹女啊，来，大家坐，大家坐。来，大家举杯，祝恁行善，旗开得胜，早日凯旋。多谢大夫。你唔通阁哭啊啦！是啦，夫人啊，你们今仔要为国争光，你应该对恁今仔有一个吉祥的话啊！你爱我讲话，我讲，我问你咧，你伫守牢对我讲的话，你有照办无？有啊，啊，即个平妃明仔做后阮丈夫，那是假，因两个丢人今仔，两个串通好好，就应该教落。你以为讲我唔知啊？是？无咯，夫人啊，这个冤枉我啦。对对啦，代表大人，你冤枉我有大人啊啦。你讲。